而一说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，你要公开的保护一下。其实随着你放这种等同背景跟音乐的关掉，你今年77、49、81岁，而我今年3岁。你的幻术是怎么回事？所以我们是跨时代的组合啊，爷爷。西方魔幻手游大作《TGMU》跨时代，真是突如其来的工伤。男儿当自强，装备自己强，强化得身装，一直强化，一直刷。有功夫皇帝，超级巨星李连杰大师讲这话好有说服力。真格气，暴力高，神装全靠刷，林冲也能打天下。不用氪金也可以玩。这个游戏跟本身是不是弱鸡无关。他是李连杰大师，你想怎样吗？本没事，我是洛基。这么厉害的游戏，拿出手机，不管你是安卓或是 iOS 系统，都可以下载。是一件礼物。见到咧黄月英咧，佢除咗唱名啊，咁除咗佢自己带兵之外咧，咁佢只武将咧会有啲技能嘅，佢会有招叫做鬼斧神工啦，咁啊会喺我哋嘅后方召唤一架投石车，廿秒帮你手打。书上香就系出技直接打人啦，打人好啲啦。工人哋城池系其中一种打架啊，咁啊但系大家都知啊，玩呢啲 game 啊太早高人哋都冇乜着数。你见到隔篱嗰个12level城啊，我得11咋，虽然嗱呢个7level打得过，7level打得过，怪可以试下打俾大家睇。哇，好似差唔多啫，试一试出征先。不过唔同啲啦，呢个系地图打怪啦，咁佢有行军时间。